不是你的小口。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杭州有名的河坊街。哇，我们今天那要在这里大逛特逛，大吃特吃，大玩特玩。那么现在开始吧，走。前面不是榴莲吗？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。啊，河坊街位于吴山脚下，是清河。是清河坊的一部分。来，继续。然后呢？属于杭州老城区。对，我这对这一片地方了解相当熟悉。我回去拿这个。我拿这些。咱得花钱呐。这象棋，象棋。皮皮虾。皮是这么大的吗？因为太无聊了，这个我都玩。哇塞！都会玩。打脸！打脸！我要草莓，你们仨吃啥？我们不吃。我请客，真的，齐哥又对地上了，钉子好，这100块钱唰唰的就花了。齐哥对地上很好，我这是我一年的零花钱啊，虚伪不虚伪？走吧，好像年糕，你们感觉这像不像年糕？有点像年糕。这是免费乳糖吗？这是免费乳糖。虽然这跟你长得好像，他比我可爱。我们不会光吃肉，我们会买。我们不是那种。这多少歌？噔噔噔。我唱过这首歌，练习的。练习生的时候我唱过这个。Hey baby,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. I wanna marry you. 狗粉，狗粉是什么？这狗长得是不是很像 ？Oh my god！ 柯南。哎，火影忍者。我的最爱。OK。OK。跟余则宇。跟小雨。我过生日的时候是这个，这个插在我的蛋糕上面。真的好帅 啊！我就说嘛，怎么感觉今天有一种感觉在召唤我？是属猪的，我妹妹属牛。Okay. 就要一个。嗯。
的。我觉得真节省啊，一个人。哦，烫吗？烫。好吃吗？咱们已经对过了。我吃外。外。啊。我也不，咱俩都看不到。因为他眼上的珍珠奶茶没有珍珠，他到的时候珍珠它会就是隆起来一点点，就是有很多奶茶都没有，就那一块。但是原味奶茶它给我弄满了，所有都是奶茶。你看我，嘴也很开心吗？我想吃臭豆腐。拿错。重来。我刚才花十块钱买的那个跳的东西，我刚才就是唰一弹跳到你下面去了。给 boss 吧，最后一个。带我，我以后要开个臭豆腐店，开呢，只允许我自己吃。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，谢谢，拜拜。